何况我给大家用什么屏呢？来，进来拍啊，跟着我来，跟着我走，我要讲大屏了。这是一个什么屏呢？高通八核4G 语音。我说进来拍，你进来拍呀，啊，高通八核 4G 语音导航，而且是什么呢？全新的 BOE 液晶显示屏，还有什么呢？高贴合的啊，全透的出。你在拍啥呢？晃来晃去的啊，老板看不看得到？非常的丝滑啊，你挺会运镜啊。大屏下方，老板看没看到这是什么？能不能看得到？知道这是啥的，公屏给我打一打来。那你不用，那我看他们能看到吗？哎，老板看没看到那是个啥？我看有没有没看到的。我看你不好好拍。对，表啊，老板，那是一块表。中控台下方呢，给老板。